这不行车记录仪吗？我操 ，so rich！ 我后面拉好了没？你帮我确认一下。看镜头盖了，到我大部分都有。别说了，你有钱。真的，这怎么那么大吗？这怎么那么大吧？我要等到晚太多了。啊，你也我草林，大哥，这款大哥我本来想买的。我对不着，我交点场，我对不着。你前面看，我这个。为什么这里还有人哭啊？不是不应该笑吗？操，怎么打？有点酷的。不会换吗？这不会，以后不赔啊，坏了就。我继续过去看啊，你去吧。神奇宝贝，我惊了！行车记录仪。我刚刚在考虑这款要不要买，当时在考虑。好，按错了。主要是后面有人就行了，双人床太近了，对焦对不上。还行吧，尽力了，因为没办法，有点，我应该拿0.880出来的，我妈拿110算了。这个是加底车，上面还有个迪迦，这是初代，奥车嘛，好关六。这个现在跌价了，刚才考虑要不要买这个。买 ，Buy it, you rich girl。三刀刘锁红 ，QP， 行车记录仪，我一直叫它行车记录仪。哇，这个真的帅！没想到会那么大是吧？我操！走吧，往王总吧。我现在控制应该不买吧？你应该能不买吧？能吧？能不买吧？好挤啊！有的来，这边人很多的，来住宅是吧？
这里和哔哩哔哩会员购哪个贵？哎呦 ，Nico 帕拉，我操，为什么这里还会摆这种东西？恶臭！恶臭！都挤不过去。说就说吧。按错了。这是我买不起的。没得啊 ，Nvidia 嘛，这个是，这个是那个明日之后的，我估计我也不知道，是那个叫什么来着，方丈的，这我都不认识，我都不认识，我也不认识，我猜的，兵长，好兵长都有，巨人，提安娜，钢弹姆了。今年老港大模，停车记录，这样吗？啊，看到没有？原神，我靠，刚看到。哦，不是原神，是那个原氏，刚看到。都出来呗。游戏王。这是死宅男最爱的。死宅男最爱，您不是吗？我是玩的死宅男啊。不是玩到不行，停车我不大喜欢。别说了，瑞士 B， M 坡 B， 抽一个，你能喜欢谁？那么多人啊！哇，这怎么弄出来的？上海二次元浓度还是很高的，我的评价。好的 ，OK， 好。我操！公主链接，操！焊接。这种东西怎么能吸引你们呢？你没兴趣啊？好，我们那怎么去啊？这么一个东西，从前面走吗？这边他们比较难走啊。我喜欢他，直接觉得很诡异。鬼灭是你的卡片吗？鬼灭可能我不看了。我操，那对面我买过的，要死。那这个等我套图，这个等我套图，这个还有这个，等我套图，我刚买。看霍格曼的那个。那个长发的凌波丽，我操，好挤啊，走不过去。嗯，对面就20，哦，那个超级大，那个超级索尼紫薇有。对啊，我就穷逼嘛，只能用数量拼实力的，赢奖是吗？你看这里买150，哎呀，你觉得我没有 SHF 呀，我要买 SHF， 我操，都坏掉了，这会不会是从他妈的哔哩哔哩会员购进口的？知道了。
这他妈怎么跟会员购一模一样，一毛一样的兄弟。哦，这个我也有，那个。再来一个好的。控制。哎，这里还有呀。是的，不灵了。没什么。啊？行车记录，你就自己去稍微看看吧，这有点远。然后周上给了我一瓶白的，我不差十。这个没比了，我想买东西，我有点好奇，然后就上1000块钱自己买的，没钱。啊。也比较更简单，叫效率。你还继续啊？我买了一千多的 PG 的这种限定的罗拉，我在淘买，千多限定的还买，要打我，肯定要穿喷漆。喷漆，哎，我可以。我们这边呢？啊，没啥，走吧，走吧。哎呀，那我进来干嘛啊？操！你们家跟家看啥呢？来 ，Let's go， 看看门口有什么好东西吧。看看这有什么好东西，我想拍的。这里有啥我想拍的吗？你别想的，我是大光圈拍的，后面虚的啥都看不到。有啥想拍的吗？我看看。冷天使吗？好像有点骚骚的，骚者也可。你也就喜欢这种骚的？有屁话吗？怎么样传播正确的思想？正确价值观对吧？看这种都不懂，你发现我技术。你妈几楼都是。Buy it。Rich boy, buy it。这些我不敢这么说。这都是精品啊！精品怎么卖这么贵啊？他的那个可以。为什么精品可以卖这么贵啊？这。别打光，杀掉。巧克力箱子来，我操，两个雷姆，一个雷姆，一个拉姆，来个背影吧，我不想拍了，拍正面会吓人，拍正面会吓人。感觉正常应该还行。来要个微信，去，冲，冲一毛。你们万一是富婆呢？出去！JK 了 ，JK 雷姆兰姆。这不我把前面的我都拍一遍喽。哎，雷锋 Max， 我都随便拍拍 ，OK。我以后可能他妈的每次来南京路都来这边的。屁话。都不来一个个拍一下。
好，这边我包圆了，好吧。这个是什么？游戏王。游戏王我不知道啊，但是我开了吧。管他呢。您来消费。You rich boy, you cost. 全场全裸买单。全场全裸买单，对吧？他后面做的很好的，后面。我靠！拿声音。这么猛，老开这里啊！我以后结婚肯定要在家里搞一次。电影里的，对，这个外传里面，这个外传里面，这个很好，这是外传里面的情景，我好意思。这部肯定要拍了。你这拍我，你拍后面出来也就像很逼真的。他拆个地毯没放出来，他还有个配件了。我只能拍个半身啊，我前下半身我拍不到啊。稍微细节，来细节。当然三脚架吧，我懒了。还买一架的架子。坐旧了。我看这里，我刚才坐上这种旧。我看那个螺丝啊。我就只看过一两部神，应该要死。这是正义的英雄啊，正派啊。我想能拍完那些。这是哪位？这是哪位？我一个个拍下去。我不认识。不认识。哦，战双。这俩一样的吗？好像是一样的吧。好像。我不管了，我拍了。我喜欢这个，好像是红版的，差不多。这个也是很火的，找到了就买了。这有一个奥特曼，刚我的妹妹没拍，我他妈的很伤心。小妹妹啊，然后有一个小妹妹，哎嘿，我都拍一遍了，反正我管他呢。倒下来了，我操！对啊，我操，这个屌啊，这有意思，这个有意思。Yeah.
别别，我知道你很有钱了，可以换下的。这几个也我也有，这几个我也都有。今天记得了，我给你看过的。哪个？这俩我也有，哦、这俩我也有。你好像跟我说过。对。就是我3D打印失败的那个。哎、衣服我就看到了。不是这个，不是这个吗？不是这个衣服吗？我记得这个贼那个的衣服。港大漠。这个原主啊，这好像不是原主啊。哎哇，这好多扎古啊！对，好多扎古啊！怪兽队里面的东西吗？是吗？布罗里，你还布罗里？可以了，可以了，别猛男了。我不是，我不喜欢猛男，好吧？I like 妹妹。萌萌卖的。哦，好萌萌啊！回家，你可以拍照拍下来，回家去找找看这个动画。这个需要找吗？啊，你自己拍，可以直接先的话，给你可以拍下来。录了22分钟了，兄弟，一楼都没逛完。我得素材爆炸了，我22分钟了，我电这块电池成37了，我一楼一节电池上有4节是吧？我身上带了5节电池，你正好给我一楼一节。别这边大门啊，无尘在谈，这么你看。间谍过嘎嘎，看过吗？我看了10多集。真晕的帅了，我很劳累的，我不可能所有都拍，我很劳累。没反光了，很 nice 的，没有反光，可以的，但是有点糊，没办法，你舍弃了反光就会有点稍微有点糊。把这三个拍一下，感觉全部都是这些。OK， 我靠，过爆了！我操，这么猛的吗？这里的光？对啊，这个的光好猛啊！直接过爆了，跟我讲。我怎么在南京东路这边装逼呢？把这几个都拍一下，我这只拍了一个。这长什么样？哇操！你哥看他，他发现 QQ 有，没发没有这些。三碗立天使，这些我都不知道，我也不认识，拍了就完了。哦，立天使好像是那个00的吧？立天使应该是00的吧？我操 ，GoPro 这么耗电吗？我现在才知道。看这个，对面。哎，对他们两个都。不是我看，我看这个，我都。你慢慢看，我去对面了。
当然了。哟，逛完了。这多少钱这个？不拍了，就不想拍了。他约只能约隔天的是不是？我操，上面有两个大手印。哦，好像我喜欢的其实没有了，好像没有。幸好是 PR， 无所谓，它脏了我也无所谓。太脏了，我也不知道。妈，你还没看完？去楼了。慢慢看，好，我现在出去拍外面的。你还要看呐，兄弟。哦。哦，你买的。那我三十号以后再过来。反正我就在这附近，想出来就出来了。操！它后面有东西吗？我感觉后面有东西，是进去吗？这个能进吗？哦，不是的，这是下楼的，这镜子。下楼的应该没开走了，也进不去。那我先绕一圈出去了吗？二楼。您应该看过了吗？我不知道。这些都是速度。这些笔记太少了。行车记录仪。这我就不拍了，完全没有啥好拍的。有排球少年，哎。懂不懂啊？感觉挺
行车记录仪回家发你一份吧。我吗？对 ，Do you need 行车记录仪一份？我应该不用吧。这个现在送上大概就370左右。可以了，知道你很有钱了。哇，那里没了。来来来一发。从这儿逛过去吧。没事，我有四块电池，你现在有用了一块了。这是我以后要买的。这个我必买。这个现在可以了，我知道你很有钱了。这个我必买。下一个。我操，你真太帅了。好了。等一下啦。这么干净。这也就您会喜欢，我不咋喜欢。雨地雨地 ，You bless， 对不起，反正这也拍了给你看的，我不认识。行车记录仪。那我会把你车做个乌头图，你交定。那你付。如鱼公主。啊，这我就不看了，对不起。其实都挺美的。这都是对吧？对我来说是比较远的。不是不是，我说我不咋喜欢这种画风，对不起。对 ，buy it，thank you， 来 buy it。看看我能不能帮我没卡，都没卡是我，对对。哦，就是卖那个小汽车头，小汽车的那个。OK。挺美的，确实帅。对啊，三八六。应该用知道吧？就是其他平台的。160元机场券。对，因为它便宜，买一个。它其实还有点小贵哦，一个还要99。拍个少年的地方，我想要。小汽车不感兴趣是吧？我这个皮卡就在那摇头，操，好魔性啊！过于魔性，好吧。哦，那一套我刚好买了，你到家。这是皮卡丘。要不我们留到。魔王学院的不是者，我操！你下的手感这么快，第二集刚出啊！
操，算了，对不上。林木路的。哎，这是跟会员购价格差不多的，嗯，就跟 B 站会员购价格差不多的，我一看这个就知道了。下面那个真的是坑钱，他妈的105的手办，109的手办能卖150，我操！这边什么地段？这边南京路啊！光临指标，有蛋算了吧，当您不需要的，我们都不喜欢扭扭蛋，我都喜欢直接买的，对啊，我也喜欢直接买，我也不会扭扭蛋的，要么这一套都买了，后面有一个。这个女生好玩啊，好好笑的人啊，这个。这个高达让我拍一下吧。欢迎光临 GPO。这个还是有点可以的。有些人的玩具 Billboard 哦，这个一个两三万。I don't like it。我打算以后有钱，我家里搞两个玩玩，放家里装饰是吧？对 ，Billboard。我说手办很容易积灰，我在想积灰很容易积灰怎么办？很累的。我家手办基本都积灰了。啊？啊？我不要买。我对这没什么爱的，结果抽了一个蓝色的，我吐血。行车记录仪记过就行，我是你爱的。过来没活干呢，我们都累傻掉了。行车记录仪。过来没活干呢。对，我旁边 Cherry 有穿，没服，我不想拍，还是别拍照，拍照，牛牛啊！这里，哦，这个的，这个有点新版的，出号机。看你买得起吗？喂，你看这里。四位数买吗？我玩签名我都花了好几万了。五千呀，四位数。我那签名都花了好几万了。好六千，这种一般是一幅画那种。那这样轻轻的。对我来说还是这个比较熟悉一点。百变小樱魔术卡。可以搞个这玩意儿。Buy it。我知道您要消费了。搞新房子之后搞个这个。但是我最喜欢的还是这个。这个谁的？这签的是是有钱不过你没说这个东西网上也要卖几千哦，伟霆的亲签，伟霆龙一张，嗯，
所以呢，我不认识，没事，对不起，我不看热血的，我曾经看的最热血的那就是《百变小樱》，我是卡的。OK, three floor, please。这没嘞。新世纪福音战士还是？我操，精神污染，我觉得有点精神污染。确实。我跟你讲，这个东西本来是。喝口水。包塞后面 ，Thank you。左边，左边我拿出来的，对对。再有情节，我操！走吧。Three floor, please。你确定你要逛啊？啊，这边啊，这好像有点乙女像。停车记录仪治过就行。我操，那个外面有点帅啊！啊，不是，这就啊，这就是一个奶茶店。可惜我现在不想买这个。哦，这个对吧？是宁哥，改天帮你打个小的，可以。到时候你给我就行了，你可以换一个，别打一个。再给你打个小，试试看吧，先看。哎，最近没什么空了，是吧？顾某人很忙啊，要上班啊。这个我他妈现在不卖。龙骑前景中黑，我只知道我买不起。Thank you。好热。哎，没有装盒的差评。这没有装盒的，可恶啊！宁波的。刀剑。135。OK。我发现就下面那家店，就是比较实惠一点，它跟那个 B 站一个价。哦，这个135。确实。我 B 站109。我靠，您坐。别看了，有点乙女香，这不是来了，来过了。这好像没什么东西啊。
看懂啊，这是明信片之类的，反正这不是我们两个男的应该看的东西。反正我 Let's go， 我们直接走了，跳过乙女向的东西。So big a DJ 啊！一点都没有让我一起拍摄欲望，这怎么办吧？自从你拍了，人家当你傻逼。对，就第一楼还能拍拍，我感觉现在没什么拍摄欲望。我操，没有，都被弄完了，哎呦我的妈呀，都被弄掉，没意思。一楼是招牌吗？呀。我感觉兴趣不大，来个一番赏，冲，走吧，这又是。所以它至少也是一个这种破案。我操！超难！实习考三分，120。好，走。你冲！129。B 站109。这里也是贵的，下面有一个楼的竟然不加钱的，好奇怪呀、啊！这么牛牛吗？下面有一家不是109的吗？他是真的一点钱都不加的，他就跟 B 站一个价。F 给哦，16这里。您看吗？就去逛一圈吗？这是您爱的 F 给哦。做出回战，这不是你爱的吗？感觉是一点少。可以，我后面绕一下。洛天依 ，How much？ 特价是多少钱？198。再见。怎么了？很贵吗？对我来说有点贵啊，我就没怎么买过200块以上的。哎，这餐厅啊！我操。这电梯，走了。吃饭的 55 55 Nicola 可以搞一波 Nicola 你录不来我家就有那个哦你有你家有啊羡慕你家有哦这入口进去吗啊这边入口开弯看了看了看了这边叫什么？但是有游戏。这不就下面那个吗？这个。对对对，但有游戏。Ali for Max。这不都来一遍吧？哎呀，好累呀。
哎，C Y C。怎么这么多娃娃机？您有女朋友吗？我有女朋友吗？所以我们来这造娃娃干嘛的？想批吃吗？有女朋友我会回来照顾，直接买回来。确实。让他偷瞄一下。这里面是什么？游戏房。You need pay it。没了。什么？同桌坐电梯也傻吧？那我们这顶楼不是最好坐电梯的地方吗？Let's go。直接到一楼了，我靠！他们没人坐电梯，我靠！其他楼层没人坐电梯，可以啊。可以了，可以了。这不有雷姆我在要个微信了？找不到人。那肯定没有了，肯定走人了。过了两个半小时有啊。你们几点过来的？你问我问谁啊？我也没看时间。我只知道你一楼半逛了半多小时。反正我记得我们好像5点5点才过来的。有个妹妹 please。妹妹不错，我操。双马尾 ZK，Let's go。啊，好。结束了，结束了，结束了！哇，好舒服啊！还有很多店没开，等之后再那个来。啊，对啊。之后再来的。换代，换代。走了走了。